你个老不死的，又来坏我好事儿！老身要铲除你这个妖孽，那你就来受死吧！黄钟瑟似倾国，欲语多年求不得。杨家有女初长成，养在深闺人未识。天生丽质难自弃，一朝选在君王侧，回眸一笑百媚生。马大哥，有分担我来给你爹复诊。马大哥，哎，马大哥，刚晒的地瓜干给你。山中，凡食龙骨者，百病皆可医。哦，给方姑娘她爹弄的吧？那你先去吧，我走了啊。啊。
今天正是个好机会，我只要吸了苏妲己的血，我的功力就可增长百倍。终于可有出头之日了。谁呀、啊？爹，你躺下，我去吧。马大哥，马大哥，你这，我去给你倒杯水吧。啊，不用了。啊，你快去给你添农药吧。谢谢你啊，马大哥。
马大哥，家里没水了，我去外边打点水吧。嗯。公子，外面天黑路远，小女子迷路了，实在是饥饿口渴得很，能否赏口吃食喝水？啊、公子，这是作何？你这个妖怪，你赶紧滚！要是我对你不客气，快滚！哼，这样都能被你认出来，那正好，咱们来个痛快的。好事儿，老身要铲除你这个妖孽，那你就来受死吧。现在还能救得了谁？就算你是百姓之王，那又怎样？还不是败在我的手下！快走！徐儿，徐儿，徐儿，爹！纸寂静竟如此厉害，如今他重现人间，恐怕要生灵涂炭。纸寂静，这纸寂静，他并无多大法力，只是他曾经吸食过苏妲己的血液，因此法力大增。姜子牙用龙骨放在洞穴内，是你无意间把它放了出来。原来这个话是我惹的，怎么办啊，婆婆？不行，我就跟他拼了。这，你只会白白送死。只有找到兼具仁义信的人，凝聚浩然正气，
方能诛杀此妖。妈，那我去哪里找这些人啊？妖怪作乱，有缘人自会出现，还有加上你。我婆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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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掌柜的，二柱斋一坛酒。站起来吧。别闪着你的腰！我这不是晨起运动运动吗？哎呀，掌柜大人，好久不见，西门庆这厢有礼了。呀，掌柜大人这皮肤好干燥啊。落地的凤凰欠我的饭钱打算什么时候付啊？再缓缓，我这不也是家道中落吗？再说您这么大口锅，还差我这么一小小米，是不是？嘿嘿，少来这一套，要不是我闺女讲情，我早让你滚蛋了。你说说，我闺女咋就看上你了？啊！真是老天无眼，家门不幸啊！定是你时时勾引，才引得我女情不自禁啊！就您那闺女呀，我真是谢谢您喽。这不是我的西门大官人吗？小女子这厢有礼了。哎呦！我的大宝贝儿啊，疼不疼啊？小心着点啊！哎呀，你还自称小女呢？哎呀！
大哥，您没事吧？啊，小弟刚到此处便遇难，幸亏大侠出手相救。哎，哪里哪里，敢问您高姓大名？我姓岳，名乐，叫我东楼就行。岳大哥。报告大王，属下办事不力，中间突然杀出个黑面剑客。不好了，爹死了！你这孩子怎么说话？爹，我不是好好的吗？不是说你爹是牲口。哎呀，这孩子越说越不像话了。嗯，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？爹，你看。啊？这是哪个杀千刀的？这样祸害我家畜生啊！浩儿，先不要声张，待爹今晚亲自带几个人，给他来个守株待兔，定要拿下这个贼人。我不乱棍，把他打死。各位父老，各位乡亲，我治病一不吃药，二不针灸，吃药太苦。针灸啊，太疼了。我用的是气功，这可以说是医学界的一大革命啊。先生，我的眼睛不好。哟，老先生您快请坐。您能看得见我手里这是什么吗？看不着。好，您闭上眼睛。我这就运功给您看病。哎呀，哎，好了，接下来就是你们见证奇迹的时刻。老先生，您睁开眼睛看看，能看见吗？能看见，你真是神医啊，神医啊！哎呀，真的好神医啊！嗯，哟，你用这手段骗骗了钱，真是无耻之徒！哎呦，这是哪儿来的野丫头？少管闲事，把钱放好。哎呀，让你骗骗了钱，再骗骗骗了钱！哎呀，啊！我让你骗骗了钱！哎呀，啊！哎呀，啊！哎，姑娘，住手！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哎呦，就是就是，大哥说的对呀。闭嘴！对什么对？这人是个骗子。他是帮大爷治疗眼疾，就用一些骗了旁门左道。替他说话，看来你也不是什么好人，都一丘之貉。哎，说谁一丘之貉呢？说你呢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再污蔑别人。我可是岳飞的后代，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如果你要再敢胡说的话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，打他，打打他，哎，打你。鱼儿，鱼儿，吃的茄子。哟，这是有酒有肉啊！哎，我们很熟吗？一回生，二回熟。上一边待着去，这儿没有你的位子。我
说兄弟呀，你这么小气干嘛？嗯？啊！让你走，赶紧走，走。走走走，我这就走。我走了。滚犊子！我真走了。伙计，给我来碗面，再给我来一壶刘伶醉。来喽！我的饭钱呢？嗯，没看见隔壁跟我来的那些人吗？记他们那桌。记得多放肉啊，多放肉。这世间竟然有如此神奇之事，真是闻所未闻啊。哦，我想咱们应该找个知识渊博的大儒给咱们请教一下，看看怎么去找这些人。在这镇上到哪儿去找你说的大儒啊？我又回来了，你们不是要找人吗？我能帮你们找的。方姑娘，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事后去找过你们，可是。哎，听说了吗？啊，我咱后院出妖怪了，是吗？这掌柜的到现在下了起不来，可他妈邪乎了。这什么妖怪啊？不知道。西门庆这个人靠谱不？不确定啊。哎，你看听两个堂官说的了吗？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碰到那个妖精。看来迫在眉睫，也只能疾病乱投医了。走。快射吧，一定会找到的。大哥，人我给你带来了。啊？怎么是个女的？当然是女的啦，这男人。有大儒吗？哎，大哥让你找的是有学识的大儒。你倒好，找了一个大胸的女人。笑什么笑？有什么好笑的？本姑娘也是自幼苦读，博览群书，也算得上是一个才女。姑娘海涵，我是岳飞的后人。岳东楼，失礼，失礼了。哎，没事儿没事儿，我们海涵着呢。我们这胸有多大，胸怀就有多大吗？仁义信的人，不是已经都聚齐了吗？啊，还请高人赐教。西门豹。修十二渠，可为大仁；岳鹏举，报国尽瘁，可为大义。这位高人说的十分有道理。那依高人所说，我旁边这位便是岳鹏举的后人，那就是大义之人。
这西门豹，西门豹，西门清，哎，该不会是你吧？哼，看本公子气质，相信你们也有这个眼光。正是，正是，正是。那岂不是少了一人？谁又是这大姓之人呢？此人远在天边。哦，是谁呀？马大夫把你们聚在一起，可谓大幸。高人，高人。雨雨多年求不得，杨家有女初长成，养在深闺愿为师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既然咱们这打妖小分队的人员已经确定，那你们就准备战斗吧。我这就抓紧时间出摊赚钱，给予你们最大的金钱支持。西门哥哥，本分我呀。我今天就要了你的命。玉儿，南哥，来人呀，抓妖怪呀，别让他跑了，一会儿再来收拾你。等等，哎呦，让我等着，让我等，还让我等着，我就不等着。那个小破木棍，指指指指指，指什么指？捡个破烂货当宝贝，大爷才不陪你玩了呢！哼，再见吧，您呢？哎呦，怎么样了？那个妖怪跑了。马大哥，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妖怪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现在心里乱得很。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西门庆这个混蛋竟然做出如此不耻之事，还跑了！等我抓住他，非得杀了他不可。好了，岳大哥，走吧。
们已被我离间了，只要他们不在一起，我们就有了动手的机会。鱼儿，你去哪了？快走，我找你半天了。鱼儿，你也该献出。
看来刚才马大哥你的血起了作用。还要加上你的，加上你，我，伯伯，你的血可以克制这个妖精。谁帮你解开龙骨的封印，谁便是你的有缘人。如吸了他的血，你的功力便可长千年。马大哥，你快来救救我啊！我是鱼儿，马大哥，快来救我啊！鱼儿，我是鱼儿呀，马大哥。既然他马秋梦的血可以除妖，我西门清的一定也可以。
娘。大哥，女儿。Thank you.
我爱你。正所谓无关风月观春秋，到此华北燕赵之地，传来马方二人重逢的佳话。意识是曰：情之至者，鬼神可通，奉为轮回，孽以鬼从，而人盘以魂迹。清元年四时有三载，有一义军突起，号白莲老管斋。此人可行于空中数丈，传腋下有羽翼，取物于城郭，如去举手，往来于敌我。姓马，名月，字龙梅，无人详其身世。人长天长，人长天长，天长外头花头赤长，中长有长有刀，刀剑人手长大没长刀，飞飞飞飞飞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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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人长地道，人长地道。